欢迎收看上课搞射球。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比赛是2024年女子800米自由泳的一场焦点战啊。马友会在第七道，出发百英尺是0.63秒。看马友会今天能够给我们游出什么样的成绩，咱们拭目以待。马友会是第七泳道，冲起来了。好的，第一个转身，马友会冲到了第二名的位置，落后第一名的是0.8米，落后的并不多。直接往冲，五道的运动员弃赛。看马友会啊，最终能够给我们做出什么样的成绩，咱们拭目以待。好的，马友会一直保持在第二的位置上，看马友会什么时候能冲到第一名。现在落后第一的是1.6米，马友会奋力直追，进入了133米的游程。马友会继续。继续的往前冲，马友会掉到了第三名。现在看看马友会，疯狂的往前冲啊！现在马友会落后第一名3.5米，已经稍微有一些差距了。马友会现在是第三名的位置。能否上演逆天反超，咱们拭目以待。记住下一个50米的转身，马友会冲到第三名，落后第一名依然是2.64米。现在继续往前冲，第一名遥遥领先啊！现在马友会掉到了5.3米的游程。马友会疯狂的往前冲啊，一定不要让日本队给超越了。马友会进入下一个转身，又回到了第三名的位置了。马友会已经掉到了6.5米的游程，现在已经游到了280米。马友会和第一名差距越来越大了，现在是6.9米的距离。好的，进入下一个50米转身，实力还是非常的，差距还是非常大的。比赛继续，现在马友会第三名，继续往前冲。马友会游的真棒啊！看看，马友会进入下一个弯转身，已经10米开外了。比赛继续，马上进入400米的游程。马友会现在目前排在第几位，咱们拭目以待。进入下一个转身，马友会还没有转身，之前一直都是第三名的，马友会掉到第5名。